找自己原因。对呀，啥事都得找自己原因，不能总是赖别人呀，对吧？这塞文又把座椅加热给开开了。我说这屁股底下咋这么热呢？跟火燎定似的。就是啊。在我这儿的吗？那你不你开的门吗？我忘了，我也忘了。那给你，你自己揣着。三块钱。你自己揣着。那，你自己揣着呗。哎呀。你到时候你忘了，你又该赖我了。再来，过来。不是，对，就不送人，就是放自己店里，知道吧？去店里直播的时候，你们还能看见。今天我有事儿，我媳妇儿带我直播。走那么快，我都跟不上。三八人品，我要看有啥资格选人家，我。带出来是哪个？带出来 Seven， 老四呢？老四在家看家呢，搁家看家呢，得先把 Seven 整好了。一个，你看，就是狗狗多了，就也有点顾不太过来，知道吧？是不是？把小迷糊送店里的原因不只是它叫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屎就快要生了。还不知道生几个呢，他在总叫啥的。我要给他放店里的原因就是他愿意叫，知道吗？那这小虫子能不能？就是他叫。老大脚好了吗？老大脚没事了。老大脚没事都几天了？妈，还在飞边，飞边啊！这要穿上，得让老四咔咔给扯掉。这是一楼还是下房？什么叫下房？一楼，这是车库吗？这车库啊，来媳妇拿来。我你先那啥呀？三，给你喝点水来。你先喝一会儿，我去买药啊。你洗完澡不就得给它喷上吗？你还能等那个啥放那边，然后再喷，又忘了。咱那边的半瓶也不够。我先给它剃呗，等我给它泡的时候你就去买呗，是不是？你咋说咋是？给他酒精吗？好、啊。今天带吹水机了吗？别一会儿还回去取。吹水机在这儿呢。那你说他泡的时候，你给他那个啥呢？你咋拿手机呀、啊？我泡的时候我就在外边了呗，你就去了呗。唉，还是皮肤病，对，还是那个去年那个三妈的小白鞋跟我一模一样，撞鞋了呗，这是。哦、妈呀，不对，这个词儿不太好。我媳妇买的打折的。对，我买的是打折的。二百多钱。嗯。本来有一双700的那个，然后呢也700将近800，然后三万八说买那个，我说太贵了，我说不买，我说有个穿就行呗，我说买这打折的就行，200块钱。怎么啊？得先剃毛再洗，对，就是先剃毛。你从哪儿开始剃啊？从脖子呗，那从哪开始剃？剃到哪儿？我说。剃到脖子这块呗。这儿啊。对啊。嗯。你去吧，你应该找个袋儿，不许动啊，三哥，不能动啊。这什么？三文咋了？三文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小包子疹，小包子菌。再拍一拍，拍一拍一啊，好。三文爸对你真好，他要对我好的话，他直接就自己掏钱，直接就给我买了，都不用问我。他一问我，我哪好意思买那么贵的呀？是不是？女人得买贵的，哎，那不是不舍得吗？
其实最好给它剃的这个再那个什么一点，是不是？三文马上变成狮子了，你不能这样似的，任着它那个皮走啊！对，这样，对你得两边抻的，别让它打褶。你打褶就容易把那个。我在这54度电之内用完它，知道吗？你用不用完，你也得给它剃干净了呀。这个皮往下，你那个手往下蹬行不行？你别动三万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自己整就行了，你看看。石头三万，对不对？应该顺着毛剃吧，这样不会伤毛囊吗？顺着毛它也剃不下来呀。顺着毛剃不下来呀？那顺着剃呀。好，等剃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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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剃刀啊！你就往下这样蹬，对，蹬它也不疼。Seven 尴尬，哎，我怎么感觉没有人剃的干净呢？啊？人剃的青皮，你这点还有？对了，感觉这剃毛机要没电了，可不要没电了呗？电力不足。我先把把那个有毛病的地方给它剃出来。它应该还有一个插电的吧？是不是？啊？我不知道放哪儿了。卫生纸收到质量很好，很不错。换个好的。你看，你还不让我把。别把咱孩子拿下来。给孩子剃头了吗？咱孩子不剃了，现在开始留头发了，是不是，小安？嗯。我不知道，你在不在这我也不知道。要把全身都推光才好。对，就是全推，这推子不好使，没电了要没有电了。我看这家里有没有那个推子。关键是那个推子我也不知道在不在这儿，我也不知道在哪儿，知道吧？你那是啥头的呀？你推的？我线应该没拿走。你那头，我看你那屁股是啥头的？八。关键盒子呢？没事，媳妇儿。啊，这儿呢。哎，这不这儿呢吗？哎呦妈，你就说天天这记性。哎，那你让我找。还没老呢，就老年痴呆了，提前。哎，这不都有吗？剃脚趾头的。狗狗专用剃毛吗？对，这个就是狗狗专，你看，宠物专用吗？因为宠物专用的这个剃毛器吧，你给它用，它可能是不夹毛还是怎么的？要为啥出个宠物专用的呢？是吧？看三万脖子红色的，对，这不吗？看看，哎呀，三万呢，你真不让人省心。之前他没起这红嘎子，知道吧？你总晃晃手机晕呢，我也不想总晃，老铁。营养膏多少？营养膏的话，卫士是100米5支，然后红狗的是108两支。
泰迪多少一个？俺家不卖狗，给他打针不能，俺家三文不能打针。这三文身上还挺香。什么？你看全都是，你看看全都是，你瞅瞅。嗯、你看了吗？咋看不出来呢？你看出来啊？咋看不出来呢？全是。就跟起的热痱子似的。对呀、啊，跟起热痱，橘皮素。哎呀，就是你说怎么才能给它提高免疫力呢？你说，就这个免疫力不上来呀？你那个啥呗？这儿有电线吗？啊？你一边电线不拿走了吗？是吧？你一边充一边那个啥呗，要不它一会儿没有电了，你还得充一会儿。别剃太光，否则关键是你不给他剃太光的话，他药浴他也没啥作用啊，他也好不快呀。关键是你现在给他剃光了吧，好在是夏天不冷，然后正好两个月就毛就全都长出来了，那时候正好也冷了。现在你看七月末八月末，你看八月末九月末，顶多九月末。十月初就那个啥了，原来咱场地有地下凉快。对，那你非为啥要给它整这上面来呢？你这点不干净吗？你地下也是插过消过毒的呀，这两天也没用。我的意思是这个毛饼干掉猪盘上了吗？饼干是三个月以上的狗狗吃的啊，吃钙片和营养膏，人家 seven 钙片和营养膏天天吃，别给他吃鸡胸肉，换鸭腿肉。哎，其实换鸭的真挺好，哎，整点鸭的吃行。嗯。啊。我家小狗吃红狗就不起了，是吗？吃红狗的。嗯。红狗啥呀？你是给他吃红狗啥呀？咋混的？衣服都混没了。哎呀，衣服都混没了。其实三文剃干净还挺好看。嗯，你看你这咋多出来一桌，底下没了。你看你挨盘剃行不？有没有酱？我说让你冲，马上扯个电线。啊？扯个电线。回头看啊。你插这儿，你扯个电线插这儿，然后直接就那个什么了，然后整个头，有头吗？你这没有头吗？这个不带头啊，只有线。但是没有头啊，那啥头好使啊？啥头都行啊，是头那能行吗？行，你按这个功率来，三瓦，五伏。三年下来了，我都边充电边下。下他不敢下。不然现在放摊了吗？那我瞅去。整个头，然后整个电线。这个好像要电量充足了，动力才足。对，是这样的。没有吧？三姨看我走了，在找我。那不许动他啊！不许动。一会儿就回来了啊，等着吧。等着吧，一会儿就来了。你别耿耿，别耿耿啊！一会儿就回来了啊。好了。摸摸，蒙眼睛。现在颜值太高了。你看家 seven， 哎，大眼睛啊，黑眼皮儿，
黑鼻子。哎，多好看！你瞅瞅，多好看！对，咱家宝宝们点点小红心啊，然后分享一下朋友圈。我喜欢老四肥头大耳，老四就是呆头呆脑的那样，但是你看他呆头呆脑的，其实他可精明了。别吃鸭物，别吃鸭肉发物，吃鸡肉好。等到我查一下子，看看吃什么肉好。seven 几岁了？seven 三岁半了。哎呀，其实你们说话，老四也行。老四做什么绝育呀？十六要做绝育。挺动人的，这毛刮了还能长出来吗？两个月就长成正常了，两个月就长正常了。皮肤病吃点维生素 B， 我觉得他也是身体里缺东西，要不他不可能就是哎又那个真菌感染呀，又起这个又起那个的，他肯定是身体缺东西，还是免疫力的事儿，主要是。现在在车库剃毛，对，车库，你们有知道这个车的吗？这个白车，你们好像没见过。啊 ，seven 的那是。韩哥问你 seven 用的什么药 ？seven 吗？就是洗澡的就用的麻辣洗，然后呢给他喷的那个药店人的药店买的那个特比奈芬喷剂。那个特比奈芬喷剂上面就写着小孢子菌。对，老四只要一提媳妇就精神了。之前给四哥还开段子呢，这个车啊，别掉下来了。拿头了吗？忘了，天天信不着这个信不着那个，其实是他整的最不好。那天他没去河里啊，那天是老四和石榴。seven 怎么了？seven 就是皮肤病。哎呀，我怎么忽然闻到一股糊苞米味儿？你又想吃苞米？哎呀妈，我都想吃两天了。糊苞米，湿疹用炉甘石，你说的那都是人用的东西。而且那个硫酸、硫磺皂呀，那个它那个是强碱性东西吧？啊，我妈，我姑娘给我发视频了。我姑娘，咱们挂了没有啊？你晚上不让他看着，他不得那啥呀？咦，拿啥呀？把手机立着，要太近了。你说吃苞米三口水都流了，他也想吃了呗。我要看瑶瑶宝贝，看见了吗？咦，你干嘛呢？赶紧的，把手机立着。你把手机立在那儿，宝宝。哎，好宝，真听话呀。真听话。哎呀，你在跟我那啥呢？美呢，在那儿。啊。哎。我就知道了。哎呀，你听话了吗？啊，听话了，听姥姥话了。听话了没？哎呀，这高兴的！你晚上吃饭了吗？像妈妈，像爸爸，那肯定俩都像啊。吃的啥？糕啊？不是糕，是挂。现在怎么？皮肤病。现在跟我说，爸爸你辛苦了。嗯。舔我两口。别整。
告诉妈妈吃的啥？瓜。吃啥瓜呀？地瓜。嗯。吃的地瓜，喝的酒。他挺愿意吃地瓜的。嗯，他愿意吃地瓜。老四身上没有，老四那么强壮。你看看这是啥，宝宝？你看这啥呀？这啥呀？啊，这是爸爸。这个。走。狗，狗狗怎么叫？狗咋叫的？狗狗怎么叫？快说，琢磨啥呢你？狗咋叫的？汪。啊，汪。汪。这干啥剃狗毛呢？啊，他身上又起那个小疙瘩了，然后得给他泡药浴，正好就全都给他剃了，剃了之后泡药浴。就像去年那个。嗯。去年起那个小包子菌吗？嗯，这我姑娘给我挂了。给我挂了。给狗游泳就爱吃，你看又发来了。你不能老挂，你要老挂的话你就别给妈妈发了。不接了。什么？你都不知道这小孩可精了，哎呀，自己会找我的头像，你知道吗？自己会找我的头像，然后给我发视频，然后呢，唠完之后就挂了。你这个现在小孩，姑娘怕狗吗？还行，但是你看每次我领他在那个楼下玩的时候，有小狗的时候，他就追的人那个狗狗就这样追，但是等人狗狗要真上他这来了，他就害怕了。就跑了，对，他就跑了，他就啪就这样似的。你看这点呢，剃有一点好处，就是这个毛好收拾。嗯，这地的地方不好收拾。石榴今天差不多能生了吧？石榴今天生不了，我觉得，我感觉石榴今天生不了。上次石榴生的时候，我也感觉生不了感情，是不是？嗯，上次石榴生的时候我还感觉生不了呢。嗯，比你爸都亲是。咱家瑶瑶他从教育真好，很懂礼貌。但我姑娘慢热，知道吧？慢热，他不是说见谁就跟谁玩，别人得跟他玩一会儿，他才能跟人玩。Seven 好乖，那。因为他真菌感染，你起小疙瘩，然后那个啥光膀子封号，注意点三文，他们说光膀子封号，三文你注意点。衣服都混丢了。剃了毛我还是大美女，你其实也看不出来剃毛了，是不是？也看不看这边。哎呀妈呀，这通红的呀，通红的，又过敏了，就是那个小包子菌。哎呀，你可愁死了你，你可愁死人了你，皮肤干嘛？光膀子也豪横，那必须的。你别往后退了啊，掉下去啊，还一门往上退。衣服。你这个多少斤了？这个行。坐飞机了吧？这个手机看得清楚是不是？嗯，你给他踢过去吧。踢哪了？你从那边给他踢，你看有没有电？不是。你推一下子，我有点他妈的有点不相信，不相信我的眼睛。老四说：“来，你有本事你怼我两下子，我看你会不会怼。”啊，
啊，光光两杵子，哎呀妈，我错了，大声喊妈，哎呀我的妈呀，我错了。渴了，赶紧治吧。啊，这种病不好去根儿。天才，你看人家三万这不挺好看的吗，兄弟们？媳妇儿，你要把头上毛给剃完就难看了。把头上毛剃完就难看了，这怎么跟没电似的呢？就是劲儿不足，我感觉。咱剃剃。都剃完了这块儿。没，这是没剃呢吗？啊，剃剃，剃吧。这一侧剃完了，还剩底下没剃了。这剃不剃啊？一会儿挪地也剃吧，那个，剃挪地也剃吧。你看能剃到那儿吗？能给剃到那儿吗？这能剃啊。剃呗。不要插盘似的。不要插盘了。行。三万依然很美丽。让三万躺着。三万现在趴着也挺好。快。这狗剃毛快。你知道吗，剃身上剃得快。你要是剃那个剃脚就不快了，知道吗？剃脚上毛啊。剃脚毛老慢了，剃腿上。腿上不好剃。我不知道你们给没给狗剃过毛，兄弟们。啊，给狗剃毛啊，剃脚毛特别特别慢，啊，尤其是腿不好修。怎么这是？脱衣服，给三穿半截袖儿。啊，腿不剃不行吗？腿不剃啊，不要给他剃腿。啊，俺家三浑身这毛本身就不用剃腿。屎都没生，屎都生了没生呢？没生呢啊。咋又犯病了？哎呀，一言难尽的，兄弟们，反复了。上次得的不真菌吗？刚刚收到了你家木耳。不行，这不行了。咋了？没有劲儿。充电吧，充吧。没有劲儿。你能找到那个？关了呀。关了。来，充。能不能找到那个？来，哪个？就是插电的那个，大功率的那个。插电的啊，插电没在这呢，在哪儿呢？在又在那边呢。能不能用这里头？这毛是这么长的，然后你这么剃啊？你看谁家？你给人剃头，你头发是这么长的，你这么给人剃，你能剃下来吗？我的木耳收到了，很好。我又买了五单木耳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咱家木耳便宜还好，你就吃吧。趁着咱家现在卖，你就多买点儿，是不是？木耳馅饺子，木耳馅饺子好吃吗？没吃过木耳馅的。大姐，不能一会儿再给他剃吧，先给他洗啊。反正大面也剃完了，你先洗也行，是不是老铁们？你们觉得呢？你们是说，是等着充电全都剃完了之后再洗，还是说现在你看那大面的不都已经，就是严重的地方都已经给它剃了吗？然后是先给它洗泡，然后呢，等它泡完之后再剃别的地方呢？你就剃，你一会儿剃别的地方，还得再洗一遍。那你就等了吧。啊？那就先剃吧。你也可以那个啥，就是先这样了，然后呢，今天就给他洗，洗完这样，然后你等过几天不是还得洗吗？然后还得洗的时候，然后再给他把这个上面这严重的地方再给他剃一遍，然后直接其他地方也给他剃他，你觉得呢？正好下次用那个大功率那个。我把咱孩子拿下来。咱孩子那个也是小功率的，也跟这个是一样的。也这玩意儿。对呀。他的那个孩子那个只不过就是下面有一个吸的那玩意儿，其他都是一样的，也是充电的。
其实还是插的那个功率大，是不是？那带你来，走。先洗吧。对，我就是觉得就是，你看他现在就是严重的地方都已经给他剃干净了吗？不是，然后只不过就是这些无关紧要的这个地方。没有的这个地方有点毛，先给它洗，洗完之后上药，等到下次洗的时候，正好把这上面的长出来绒毛再剃一下的。再下来，站起来，没事儿。害怕，哎呀呀，吓的。这屁股上好像带了个围巾，啊？这家，哎呀，这家转圈转的，哎，这家这么凉快吗？三妈，啊，三妈这么高兴吗？三妈，啊，我感觉我用手摸在他那个皮肤上的时候，我就感觉那个皮肤好像在往外散发那个就是潮的乎的那种感觉。完，你尾巴也得给他剃了它，尾巴给他留个尾巴根儿、尾巴尖儿，剃的上面有真菌。嗯，推头的上面有真菌。石头生了吗？石头没生呢。嗯，这样。哦，新换的衣服好看不？你把外面灯开开。外边哪有灯啊？没有灯，就俩灯啊。啊，那就这个灯啊。便宜，这小灯开不开有啥用？回复一下好了。好，你说啥了呀？没看见呀？你们天黑的好快啊，早就天黑了，六点来钟就天黑了。出来，咱俩来。都踢完得了，那个踢。不能光拿这个球，出来。反正三玩这个球老结实了，真的。三玩这球老结实了啊！大家想买球的啊？俺那三个嘴里叼这个球老好了，这个球从沈阳那时候就开始玩这个球，兄弟们，咱拿来，咱啥来？这个球那是……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沈阳就玩这个球，啊，这沈阳就玩这个球。我们这还亮呢，要八点多才是。我们这现在夜长呢。呀，有没有热水啊？现在没有水。三个喜欢球，对，三个喜欢球，在那转的。我们青海还有太阳。这是谁家？这是我家车库。哎，过来，回来，来车了不知道，还往外面走。有热水吗？那我哪知道你让关还是不让关呀？这是肉，然后那红点点是真菌。唉，剃了毛还没有影响 Seven 心情，他只要有球能玩能吃饱，哎呀，他啥都不担心的。咱家那个啥啊，有黑粉就有黑粉，咱别踢人家啊。有可能就是他本来是咱家的铁粉啊，本来是咱家铁粉，然后他开了一句就是黑咱家的这个玩笑，你咔家把人踢了，你说多不好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就光把那个打广告的那样式的踢一踢就行。那黑粉越多，不证明咱家越火吗？是吧？有的他有的时候黑粉吧，他能转成咱自己家的粉儿，是不是？看时间长了，他就喜欢咱家了。剃毛给他们，就是 seven 剃了，就 seven 剃给 seven。该定制衣服了，嗯，一会儿我就上网上看一看，能不能回答一下石榴怎么了？石榴就是现在偶尔的时候他会刨一刨地，知道？偶尔的时候会刨一刨地，但是还没有要生的迹象。躺下，看这个地不老实，知道吗？嗯，他在那顶上能这么躺着吗？
剃毛完，剃完毛中午最热的时候别轻易领进，对，一般都是早晚领它出去，早晚凉快，中午太热了领它出去狗也容易中暑，你大人的时候受人都受不了呢。三文好像又胖了，三文有肉，他现在多少斤那天量70是吗？嗯，70斤了，那赶上快赶上老四胖了。三文你不能动啊，你别把他那啥也剃下来了。你这小迷糊在指着盯着我，老爷你别把我打死了。你看不老实。有生的迹象时是什么动作？就是好像他会躺东西。他除了刨以外之后他会躺东西，但是石榴他只不过就偶尔刨一下子，然后他也没躺东西。想买玩具微信之玩具微这个微。没完了，一会儿一下子，一会儿一下子，挺胖。老四搁家看家呢，嗯，你家狗吃了哪种狗粮？我家狗吃的是现在吃的是麦弗迪的，麦弗迪诺瑞的，就是三号链接的那个狗粮。红狗营养膏有活动吗？红狗营养膏现在就是活动，108两只。你看那个屁股那个地方，屁股这儿都让它整坏了，起疹子了。这赤裸裸的咋撸段子？对，比瑞吉诺瑞也是上海那个比瑞吉厂家生产的，嗯，是一款三拼粮。你们要想给狗狗吃的话，你们就可以买，性价比特别高。它快老了，生了干嘛了？不能呢。微量元素吃了有什么作用？微量元素就是狗狗吃粑粑呀，啊，啃墙皮呀，吃沙子呀，鼻子掉漆呀，都要给它补充微量元素。毛都插，都进插排里了。没有进不去，他那有安全那啥的，让安全插排。那刚才你还让我别进插排里，刚才我不知道吗？狗粮一袋多少斤？狗粮一袋20斤，嗯，一袋20斤，然后那个，你下单就是149啊，你看上面是199，你点进去，你去下单就是149了，嗯，它有一个50的券，只要你下单就是149。这一天了才给三文处理啊，这不刚才就是刚才领他上医院回来，那是几点呀？6点吧，一直到现在吗？一直在给他剃毛吗？到现在毛还没剃完呢吗？水烧上了哈，没事，皮肤病不好弄啊，哎呀，慢慢的伺候呗，慢慢调理呗，那咋整？哎呀，上微量元素，微量元素没上吗？微量元素在16个链接啊，16个链接，你点进去就能看见钙片啊、微量元素啊，还有混拼的，就能看见了啊。你们还去沈阳吗？我不知道呀，咱还去吗？嗯，还去沈阳吗？现在先不去了。现在先不去了。回去别让喝小迷糊打呀！我跟你说，哎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小迷糊，你一提他我就来气，你知道吧？我今天生气，我就把所有的狗狗都在外边那个放着，就把小迷糊关起来了。因为一开始我把小迷糊也放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本来人家那几个狗吧都在那趴着，在那睡觉，挺好的。哎，结果小迷糊一出来呢，就一会儿一会儿戳击戳击这个，一会儿捅咕捅咕那个。哎，给他们几个整的全都在那噼里扑隆的闹。后来我把那个小迷糊关进去了之后，人都在那睡觉，没一个啄的。哎，上完油觉得好使，听出来了吗？嗯，有劲儿了似的啊。啊？嗯。你刚才没上油？没上油。
缺油了，你家有微量元素吗？16号链接，你点进去就能看到那个微量元素了啊。小孩子爱动不老实，哎，他总是一会儿哎，怼咕怼咕这个，哎，一会儿咬咬那个耳朵，就这样，哎，整的他们几个全在那床那个沙发上地下，哎呀，大屋小屋噼里扑通的呀。然后后来我把小迷糊关那个笼子里，我就说他，我在那蹲他，蹲在那儿，我说他，我说你就是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啊你，我说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，在那耿耿耿耿的。怎么回事毛剃了，就是因为那个啥嘛，起那个什么了，起疙瘩了，起疙瘩了。哎，这回这个地方剃的好。这是后背这嘎溜，这嘎毛显得黑跟埋汰似的啊，跟落了一层灰似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咋样？这是谁被剃毛了 ？Seven 呗。我跟你说。如果是你儿子吧，你儿子躺地下都不带动他。老四肯定不带动他的，那家伙老四，只要是你别让他动，咋的都行。还能长出来吗？2个月就长出来了。你家平时不开空调，俺们这儿不用开空调，俺们这儿现在就是这晚上，你就是光穿个短袖，就今天这个阴天的这个天啊，你光穿个短袖在外边都有点凉飕。像我这种怕冷的啊，我感觉有点凉飕。推了毛看出来这是真胖，可你看那大脖子那儿好几个褶儿，好几个褶儿呢。妥哥来了，欢迎妥哥啊！三这肉肉真好，三分胖啊，偷着胖，他属于三分属于偷着胖，发现了吗？怕冷来广州，但是我还特别怕热，也挺矛盾哈。其实我特别怕冷，但是你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不用，我就喜欢什么样的？喜欢春天，哎，那种不热也不冷的那时候。三妈妈心情好了，心情一直都是调节呗，自己调节呗，是不是？那心情好不好的也不能。也不能总是当着你们面那个啥呀，是不是不好？像这种天正好，对，像这种天正好。三妈妈问你个事儿，啥事儿你说。好像三妈不严重，还行，不特别，不是特别严重，不是特别严重，只不过就是如果再晚几天的话，可能就严重，就是发现的早。16还没生。对，就跟去年一样，跟去年一样。他会了。为什么给他推毛？因为他真菌感染，起小疙瘩了。这样剃完毛是不是要洗澡？对，一会儿给他洗。我家小姐妹的金毛天天不给吃狗粮，就给吃饭。那样式给他吃饭的话，他长期身体里的钙磷比例失调，他就会出问题。所以说狗狗还是要吃狗粮，知道吧？以狗粮为主。给老四也剃毛陪，我跟你说，给老四要是剃毛陪他妈，我估计那老四肯定得哭。老四说我这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啊，让你们给我霍霍成什么样了。你说老四能哭吗？我都得呲牙。小迷糊也呲牙。小迷糊也呲牙。跟他说很多次的不听，每家有每家的养法，知道吧？狗狗它出生的时候，主人给它吃什么东西，养成习惯了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但是你就像刚开始给它吃狗粮啊，然后呢，等到后期你就给它吃人吃的饭，或者本来它都已经习惯狗粮了，然后你又给它吃人吃的饭，然后你又要给它吃狗粮。那他肯定就调节的不好，而且对肠胃也不好。巴顿哪天要见了别不认识，巴顿得说：“哎呀，我媳妇儿呢？大老远的，我媳妇儿咋还没来呢？”啊，一看，哎妈，这是谁家的拉布拉猪啊？这一剃了，哎，这一剃了，你别说这个毛真挺像那个猪的，哈啊！巴顿见了三万不行了。
尾巴全剃了吧，尾巴不全剃，全剃了不好看。三妈真辛苦，我不辛苦，我辛苦啥呀？三爸才辛苦呢。我就是打打杂。为啥剃了呀？就是那个啥嘛，起真菌感染了嘛，得全剃了，它泡药才能吸收好，然后好的才能快。你要毛特别厚的话，它泡药浴也泡不到正地方，你喷药也就是喷毛上了。之前三阳身上没啥也没起，知道吧？我就寻思不给它剃，但是现在整不了了，三阳身上起干粒了。跪着呢。感谢大家送的礼物啊，一直都没感谢大家送的礼物啊。现在要是把脸上那毛也给剃了该啥样，脸上的毛可不能剃啊，妈呀，这脸上要剃了，妈呀，我感觉这新品种的牛头梗出来了。啊，我就是那么一想象，我感觉这脸上的毛要给剃了的话，我感觉跟牛头梗长得有点像。牛头梗有毛吗？不好看，牛头梗没毛吧？三，不能动！你站过来，站过来，站上，站上。三文都生无可恋了，这出你看没看见？啊？剃完容易皮肤病，就是因为他皮肤病，所以才给他剃的毛。让重新长。弄他不愿意了。他应该是那个啥了，他就是觉得剃的时间太长，他没有耐心了。脸不给他，头以上不给他剃，头以上不给他剃，脸上毛刮了半年都长不好。嗯，脸上毛长得慢。是吗？嗯。三万没怀孕。你给他用的药可以，石榴还没生呢。三万老四做导盲犬指定老往洗浴中心跑，为啥呀？为啥呀？我买了两个也不好，这个是蚁族，这个是这个牌子叫蚁族，这个推子的牌子。啥玩意儿？嗯一下子。你拿着手机呀，三个，不是我的，我的手机啊。当当当，不许动它啊！我一动它，它歪脖瞅我。你发段子里是老大和老四不抢东西那个，抢东西那个，对，老大和老四。看看狗兄弟们啥表情，还得等会儿呢，给他那个啥，给他那个洗，我估计这洗完了都得9:30-10:00了吧。现在几点了？8:30了。现在也8:30了。啊。你们段段狗吃惊表情如何做到的？你给他用的药可以拿出来看。刚才给他那啥药店的那个没拿来，那个叫特比奈芬喷剂，盐酸特比奈芬喷剂。这是要把三文带回家，这老大老四还得合计，这是谁家狗来？哎，一看你这说话就是东北的，我感觉。再合计一下。对，因为只有东北这边说合计吧。为什么剃毛？因为它真菌感染，给它剃毛了之后好得快。别一会儿回家发现石榴生了，不能。
好沟通色的，不要拆穿啊！现在妈记性真好，我都忘了要啥名字。我那个，你看咱家的宠物用品哈，味道啥？咱家所有的宠物用品，你随便说出来一个，我都知道它有什么作用，什么狗狗能吃，什么狗狗不能吃，我都能说出来。然后呢，反正就我感觉。跟狗狗就是有缘吧，只要是他们用到的东西，他们能用到的东西，我基本上看一眼我就记住了，就是它有什么作用啊，它能干什么呀，味道我就记住了。三妈是辽宁的吗？我不是辽宁的，我就是俺们这嘎达牡丹江的，我是沈阳的，当然是东北啊啊啊。一定要把时间照顾好，我们都喜欢 seven， 那肯定必须的啊，不负众望。他说一定要照顾好 seven， 我们都非常喜欢他。seven 怎么了？他就是小包子疹、小包子菌、皮肤病。听口音就剃光，剃好看点，细作一下子。问个主播问题，你要问啥说吧，你们问东西吧，我会一直盯着，我能就是回答别人的问题之后，我还能看见你问的那个问题。这要是你问三问八的话，那不一定了，上句说完之后，下句就不知道飞哪去了，我就忘了。对，他就忘了。推子多少？推子我记得我买的时候好像是98。你这三万高兴吗？好像是不高兴。盐酸特别耐分端，我们这卖29，就是去药店买就行，人的药店。我家狗用银宠康好了。这要是老四剃毛，估计都睡好几觉了，肯定的呀。你看俺们从6点来钟开始剃，一直都剃到8点半了。这个手推子我家不卖。狗粮一袋是20斤，头别剃太多了，没有，他就给他起一起，都剃完了。嗯，那边夜色来，起来吧，好，大家来。天，三万没完了，这是，没完了。陶瓷的特别好，我这个就是狗狗专用的蚁族，这个牌子叫蚁族，反正还行，挺好用的，我感觉蚁族，看了吧？肉肉的感觉，老胖了，他挺胖，这回剃的光溜，剃的挺光溜了，是吧？昨天买的，现在推吗？我忘了多少钱买的了，但是100来块钱，反正不超过150，反正不超过150，然后不低于95，好像是不低于九，反正就95到150之间吧，我忘了是多少钱了。感觉老爷干啥都认真磨叽。剃毛信息大概你们都看累了是吗？都给你们看累了是吗？别着急啊，一会儿就给他，那叫应该怎么说呢？下浴桶。我再看看推子的盒子，就是这样的，宠物专用。你搜蚁族就出来了，搜蚁族，它应该是一个店儿吧，我忘了。它有推脚毛的。还有戳，还有个剪子。他那个油呢？油给他放好了。哎呀，你老转圈干啥呀？美呀，我没了没了。三妈晚饭吃了吗？我就早上吃了一顿饭，一直到现在还没吃呢。你中午吃了吗？我啊，我没吃啊。没有吗？没有。你说实话。我说我没吃。我咋感觉你好像回答的这是好像吃了似的呢？我现在站着都费劲。
我早晨吃了，早晨8:30来钟吃的，一直到现在没吃。我咋感觉三阳可开，我也感觉他可开心了呢。你说天王挺好看，我也感觉挺好看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好看吗？暖的啊！三哥现在70多斤，16没省。说好了，明天咱在三哥上医院再看看你。这不没剃毛吗？嗯。没剃毛带他去的，先剃完毛带他看一下，是吧？嗯。今天直播那么早，16生了吗？16没生呢。啥时候呢？2个月就长出来了，2个月就长出来了。这是在我家车库，这是在我家车库啊。咱下方这三妈直播这么长时间，一直都没给大家说这个小黄车啊。然后咱下方小黄车。